上海迪士尼，我并不想开包检查。网友避重就轻，毫无诚意。8月23日，上海迪士尼乐园对于游客入园需要安检并对游客进行开包检查做出了回应，大概的意思是，我们安检是为了游客安全舒适的游园体验，安检对于游客而言并不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对于上海迪士尼也同样如此，但是安检系因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上海迪士尼不得不如此。上海迪士尼乐园对安检的回应可以说是十分正规的公关回应，一句安检系因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就一笔带过，以游客安全为理由，冠冕堂皇地回应了游客入园需要安检的这件事情。但是很多网友却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上海迪士尼的漏洞。上海迪士尼的回应其实是避重就轻，毫无诚意。